各位觀眾，你哋好。係啦，咁啊，香港本港台亞洲電視《活色生香》又同大家見面啦喎。係啦，逢禮拜一嘅11:00啊，你都夠老友啦，坐到等我哋啊。冇錯，啊兩位拍檔，我想問一問啊，近排知唔知有啲咩熱門話題咧？哦，熱門話題梗係知啦，而家熱門嘅話題啊，梗係寫真啊嘛。嗱，無論大牌又好，小牌又好啊，即係有身材又好，冇身材又好，仲有啊，有錢又好，冇錢又好，喺啲雜誌啊或者係周刊啊，都一於照燈寫真啦。而家就係熱門話題啦。咁留意啊，你男士零舍敏感噶。即係 Robert 講起寫真嘅熱門咧，我都幾贊成。不過咁啊，拍寫真就唔係普通人拍得個 Robert。嗱，如果萬一英大唔大，英細唔細咧，我贊成佢啊練下啲氣功啊，有一啲特異功能啊，或者練完之後咧，英大得大，英細得細啦。哇！犀利喎！練下先得。我去訪問啫，我唔會練嘅。不過講開講，近排咧都有好多人都講啊氣功同埋特異功能啦。咁而我哋嘅節目咧，亦都喺冇幾耐之前咧，都曾經報道過咧氣功係一回咩嘅事嚟嘅嗬？係啊，而且我哋仲請到幾位氣功師傅咧上嚟表演啦嚇。咁表演完之後咧，就好多新聞界咧亦都有報道過，咁仲成為好多市民。茶余飯後的即係嘅資料添啊，個話題添啊，係啊，但係實際上即係氣功同特異功能啊，我哋時時都有啲混淆咗嘅。究竟啲邊啲係氣功，邊啲係特異功能咧嚇？咁我哋外行啊，冇得講啦。咁啊，今晚咧特別係請咗兩位專業人士啦，一位科學家，一位咧就係醫學家啦，啊心理學家添。咁啊，可以同我哋解釋下究竟氣功特異功能係咩回事嚟？嗯，好啊，我哋有請佢好唔好啊？就係曹博士同埋吳醫生，有請。有請兩位，歡迎你，歡迎歡迎。最多人都關注的問題啦，咁啊，不如咁啊，我問一問啊，曹博士先。嗱，根據很多新聞報道或者係電視熒光幕嘅節目都有曾經講過咧，就氣功同埋特異功能嘅。咁而我哋嘅節目亦都有報道過啦。咁但係我就真係有啲少少混淆啊。其實氣功同特異功能咧係有啲咩嘅關聯啊，或者有啲咩分別咧？不如講佢嘅分別咧。其實為咗我哋研究咧，我哋咧就好想揾出佢嘅分別。嗯。咁第一點咧，我哋覺得咧就係氣功咧。就可以學習得到嘅，而且有一個學習嘅過程，呢、這個過程咧就係好合理嘅。譬如今日練呢個姿勢，練到佢純熟啦，咁你就練第二個姿勢，到練到成套出咗嚟咧，你就成套可以打，然後先咧慢慢越嚟越純熟咧，達到一定嘅意境。但係咧，第二功能咧就似乎唔係未必一定需要咁嘅，有啲嘢甚至與生俱來，有啲話有，有啲話冇嚇。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喺氣功裏邊咧。據我哋所知咧，就似乎係所有嘅氣功應該咧就限於自體嘅。譬如我鍛鍊身體，梗係我喺自己嘅身體，使到佢身體健康啊，個即係身體各種嘅表現啊，或者嘅氣功達到某一種情態咧嚇。咁啊限於自體。咁啊，但係氣功即係呢個第二功能咧，就往往係超乎自體。超乎自體，甚至到某一段物體，佢可以影響佢，可以改變佢，或者係某一個人。嚇，咁呢個第二點。第三點不妨可以作為界定嘅咧，就係點咧？就係個可唔可以重複做實驗？就係氣功咧，如果你練咗咁嘅招式，你第日咧只要按圖索騎一路咁做翻出咧，你聽日咧應該有同一樣嘅感受，或者達到同一樣嘅意境。咁如果唔達到咧，都唔奇嘅。你話係受傷咧，一係咩咧？一係就係病咧。但係病與受傷，你都有個解釋。嗯。啊，呢個係好合理嘅解釋。但係咧，就特異功能咧，就似乎喺我哋個印象裏邊咧，就係可有可無，時有時無，都唔知邊一個時間可以控制得到嘅。嗯。啊，咁我哋粗略嚟個將佢分開呢，從剛才個角度去分開。係啊，講得好啱啊！我都有少少感覺，就係覺得氣功可以練翻嚟嘅。咁至於呢個特異功能咧，真係唔知幾時嚟幾時冇嘅喎，好難講噶。咁啊嗱，據我所知啊，曹博士你對於氣功咧都有啲研究㗎。咁啊，其實你知唔知氣功係一門咩嘅學問咧？我自己咧就認為氣功係一個健身修身嘅一個方法嚟嘅。咁但係健身修身有好多種啦，我中意劇烈啲舉重啊，或者係拳擊啊，或者係賽跑嚇、啊。有啲人中意比較平衡啲，又游下水嚇。咁 甚至慢慢散下步都係可以。但係咧，呢、這個氣功咧就似乎咧從有三個因素咧係比較特別啲嘅。第一，除咗自己嘅身體嘅姿態，佢又唔係要靠劇烈嘅，佢就即係我講話醫療方面嘅氣功嚇。佢一定嘅姿勢鍛鍊某一身體嘅姿勢嚇，或、嘅招式。咁除咗咁之外咧，佢亦都控制自己嘅呼吸。
這個控制是很自我意志集中地控制的。的平時呢我們往往沒有這樣去做的，譬如我們賽跑跑完之後上氣不接下氣，氣喘如牛， 你都無法控制的，你想控制都挺難的。但是呢這個氣功呢你很著意 去這個運氣調適。除了這樣之外呢，就是尤其是我們香港人匆匆忙忙，時時都不知道自己做的精神很難集中，但在氣功裏面就精神比較上集中，比較上就是初學，但如果你真的到更高的境界，我相信你比較即差不多全部可以自己控制你的精神的意志，可以說是沒有雜念的，只是一味想著氣功這件事。據我所知氣功來說就有分為什麼叫小周天什麼叫大周天，傳聞小周天就是以個人的經脈你運氣可以在身體裡面運行一周，至於這個大周天就聽說就是說你可以去到很高境界跟這個宇宙混合混成一體的，做不做到沒有人知道，始終都沒見過。但我想知道其實這兩種的小周天大周天是在氣功來說是去到哪一個層次、哪個境界呢？我想初哥就不行了，就一定要到你自己能夠相當控制自己的意志然後才達到小周天呢，你就會覺得有個感覺是運著身體來到就轉行一周，這些是一種感覺來的，我相信心理學家或者是有很好的解說。哦，那交給吳醫生先問問。其實說回氣功，我曾經有試過就被一位李慶生氣功師傅就用他的所謂外氣就令到我的身體是有所動動的，不如我們看看片段先。好啊，這個就是李慶生師傅就是運氣，當時我是背著他的，我是完全沒有看到他即是怎樣發放他的外氣，但我的身體就很自然地被他扯動了。我可以做見證，我都坐著看著的，我都就是現場。我當時的感覺呢就是呢就覺得好像在身體呢尤其是腳呢是有一股氣流呢是令到你的身體向後移動的。這種現象呢我想問一問曹博士，就是是不是屬於即是外氣的一種現象呢？你在科學即是角度上面是怎樣解釋呢？我很想知道。剛才在熒光幕上呢，我覺得很可惜我自己不能夠自己參與，沒有一個親身的感受。不過呢我自己覺得呢，我認為氣功呢主於自體呢，自己的身體的控制就比較上合理一點，容易解釋一點。如果超乎我們身體一定距離呢，就個力量呢幾大呢，我就有些少疑問。所以呢你講的外氣呢我就有些少保留的，除非我能夠做實驗可以證明得到度到它的力量是幾多少。但反過來說呢，不是一定需要用外氣來解釋的，我相信呢或者從心理學的角度，從你自己跟它配合的角度，受它意志的影響的角度，一個心理學家會有更好的解釋。哦，那是的。首先我要補充一點，就是當時真的我跟李慶生師傅是沒有夾到的，我完全不知道他會怎樣拉我的。好了，那在這方面我想請教一下吳醫生，其實在心理上是不是真的有些影響，或者心理上是對這種你的外氣有什麼看法呢？是，我也相信你是沒有夾到的，但是這個現象是可以用這個心理同埋嗰個神經系統控制一個人嘅活動嘅方式咧係有關嘅，可以嚟到解釋嘅。咁人咧有好多嘅動作，尤其係咧企嘅動作同埋行路嘅動作咧，係咧有大部分咧係由佢嘅神經反射同埋不自主神經嚟到控制嘅，即係咧佢自己自然咧有一個方法嚟到平衡噶啦。咁反而咧，如果一個人嘅意志太過著意啊，去控制這個平衡的時候反而就會得到不平衡。所以呢一個舉例呢，就是如果你在平地那裡走一條很窄的路呢，你會很快很安定地就走得過，因為你的心就沒什麼特別的意念想控制它。但是如果同樣窄的一條獨木橋要你渡過一個千尺的懸崖呢，你走過獨木橋的時候呢，你自然就很不穩定，會覺得有些力好像拉你下下面那樣。所以我懷疑在同樣地頭你的那個片段裡面所感受的是一些同樣的心理和力的作用，就是你自己呢因為控制越想控制它，你越控制不到那個平衡。但是這樣，我當時呢我是背著它的，它幾時發力我是完全一點都不知道，只是感覺是有一股氣流拉你的樣。其實心理上來說，如果我看著他可能是他拉我，我就跟著他動，但我完全看不到他，那又怎樣解釋呢？
咁你譬如行過嗰條獨木橋咧，你點都會有一個時間覺得有個力拉你落去噶啦。嚇，咁只要咧嗰個做嗰個人咧，知道你幾時會控制唔到自己，而能夠喺你早你一步嚟到作一個相應嘅動作咧，咁咧就喺外人睇嚟咪覺得好似係嗰個人拉你落去咁咯。咁樣啊？喺呢度咧，我想追問啦，阿曹博士，喺科學觀點嚟講嗱，我哋知道人體有磁場嘅，咁亦都知道冬天咧就會大家會即係碰到之後會有個觸電啊，有種靜電嘅感覺，可唔可能係有人可以練氣功或者特異功能，令到個磁場啊，人體磁場變化或者靜電嘅問題吸到啊 ？Robert 咧，正話。我相信而家科學家有一啲咧都相信磁場嘅威力係咁大，但係咧生物嘅磁咧個基本上個力量咧就好細嘅。咁咧再加上咧，我自己就認為咧，當佢運功之後咧，佢只要會出汗，就至少就濕啲，濕啲咧對磁場咧，嗱你剛才所講冬天咧就乾燥咧，你就會睇到叭叭聲嘅靜電。但係濕啲咧，似乎呢個機會更少。咁故此咧，又利用磁場嚟作為外氣啊，咁嚟將對方吸跌咧，呢個可能性咧就比較剛才啊吳醫生講嗰個提議咧比較低，比個心理嘅機會仲低啦。其實講到氣功咧，就好多問題可以研究噶。我哋廣告翻嚟再繼續討論啦嗱。正話咧，我哋就講到好多關於李慶生師傅嘅氣功啦嚇。咁我知道李道雄咧對於嚴新師傅嘅氣功問題咧，亦都想同兩位嘉賓傾下嘅喎。咁又要問翻吳醫生啦。咁啊，心理學嚟講咧，就可以咁講嚇。曾經咧，我哋亦都係喺我哋嘅節目度介紹過一位氣功師傅嘅。佢係透過咧，好科學化嘅喎，有廣播器啦，有埋 loudspeaker 大喇叭一齊廣播出嚟，咁啊成千上百嘅觀眾咧喺度聽佢嘅，跟住咧就好多人受佢感染啦，感染咗之後咧就會做咗好多奇異嘅動作，自己唔識做噶啦，我俾啲片段你睇睇先啦，啊大家一齊睇睇，嗱就呢個情形之下就係一位嚴生師傅啦，咁佢咧就係透住大庭廣眾好多人嘅，完全係喺度講講嘅嘢咧就完全同催眠無關嘅，同心理無關，講嘅其他嘢嚟，但你會感染到。就受咗佢影響而去做出一啲下潛意識自己唔知點樣發揮出嚟嘅動作，甚至乎走去打拳啊，或者走去幫人醫病咁樣噶啦。喊啊！甚至乎有啲喊啊，即係完全不受控制嘅。笑啊！喊啊都有。口水鼻涕都有埋。佢自己唔知嘅喎，如果有啲人自己唔知自己做緊嗰個動作嘅喎嚇。嗱，啲有啲嘢好似舞蹈嘅動作咁嘅。其實我有啲懷疑啊，點解會咁樣做？仲有醫病嘅方法喎，即係咁樣可以醫到病嘅喎。你哋就嚟睇，即係可以令到你即係變咗喺度運氣喎，好似腦針入定咁樣啊嚇，咁啊可以醫到病啊。不過即係好可惜，當時我就唔在現場。我如果唔係，可能我感染到，我話俾大家聽個感受係點。好多好不可思議嘅動作都做出嚟啊！呢個喐手呢個位女士咧，佢都係被感染之一嘅。咁嗰個坐到呢位男士咧，又係被感染嘅。呢個就喺度大喊大叫啦！呢位女士。嗰、那個開始即係喺度打拳啦。咁呢位氣功師傅就喺度，佢仍然喺度講啊。嗰、那個歷時幾個鐘頭嘅，三四個鐘頭嘅嗰次佢即係當眾講學嚇，好多人喺度嘅。咁當然唔係每個人都可以感染到嘅。咁喺心理學嚟講啊。吳醫生，你可唔可以解釋下呢個現象係點解？首先我想話咧，就係心理嚟到醫病呢樣嘢咧係有嘅，即係曹博士頭先有講啦，即係有嘅人咧可以用意志咧控制好多嘢嘅，包括自己嘅血液循環啊、心跳啊或者內分泌啊咁樣。咁所以如果呢啲可以控制得到，當然咧就可以改變到自己嘅生理狀況咁，然後嚟到醫病啦。咁啊。所以咧就唔需要咧話用其他嘅方法去解釋或者咩特異啊、氣功啊等等，一個可以用心理嘅方法去解釋。咁至於其他佢哋做嘅其他嘅動作咧，啲亦都可以用心理嘅理論去解釋嘅。因為我哋心理學家咧就知道咧，喺有某一類心理特點嘅人，有某一類心理特點嘅人喺某一類嘅
特別的環境和氣氛之下咧，係容易咧俾人哋誘導到咧去做一啲佢平時做唔到嘅事嘅，或者唔會做嘅事嘅。咁啊，呢一啲情形咧就唔係淨係喺譬如頭先講講嘅場合度可以發生嘅嚇。據所知咧，根本好多嘅情形之下都可以發生。譬如咧，喺心理學上邊嘅團體心理治療裏邊咧，一樣係有呢啲情形發生嘅。但係啲人啊會喊啊笑啊，或者做一啲古靈精怪嘅動作啊，抽成個抽曬筋碌地啊，咁一樣會有。咁又其次啊，譬如喺宗教場合裏面啲信心治療啊，一樣係有啲同樣嘅情形。再唔係咧，有啲邪教裏邊仲反而仲可以搞到人集體自殺添。咁所以啲根本係唔係一啲心理狀係可以、那個力量係可以好大好大嘅。曹博士，我想問一問啊，氣功嚟講咧，聽講就可以醫病啦。例如我親眼都見過咧，啲氣功師傅咧就會喺你身旁咧就發功啦，所謂摸下你身體有邊個部位有問題，佢知道咗之後咧，佢就可以咧喺你嗰個部位嚟到醫咯。咁我就見到佢哋係咁以咧手度係咁耍兩招就得噶啦。咁其實以科學嘅角度嚟睇啊，咁樣樣嚟到醫病係有冇可能性嘅咧？又我諗呢個問題咧，我唔可以好簡單答。我其實咧就好想。有啲實驗可以證明，不過咧講實在嚟講，從先頭咁嚟睇咧，佢要證明咧都幾複雜嘅。但係我哋不妨將佢慢慢嚟到剖析。佢第一個咧就要所謂探，即係測佢有咩病。測佢一病咧，佢用一個手咁嚟到摸咧，咁我自己覺得咧就這個猜測嘅可能性咧，就因為我自己相信咧就。佢要透過一個皮膚去猜測，咁最好佢更說服我，就透過一個信封去測字啊，諸如此類。如果佢有啲咁嘅功能咧，咁變咗我哋咧就可以知得到佢有咁嘅功能。咁到有咗咁嘅功能嘅時候咧，就佢就要醫病。醫病咧，即係話佢要發出個功力，去將個受傷嘅部位去改變。咁我哋剛才。我自己的看法咧，就係咁樣係比較上困難嘅，因為練氣功咧，我相信係由於自己本體咧就多過發放外氣，咁而且佢一定要發到唔大唔細啱啱醫得到好，就幾困難。而且一個人咧，我自己咁睇嚇，一個人生老病死嘅過程裏邊咧，如果有病咧，病往往係會有發展，或者再病重啲，或者會好翻。咁究竟我哋點樣做實驗可以證明到經過氣功之後咧，嗰個人好快啲，或者咧就霍然如玉？咁我哋就應該多做啲觀察，有一啲統計嘅數字，咁我哋又先能夠講。咁所以喺呢裏邊咧，我就認為咧，就一定要有更多嘅觀察，我又先能夠講。如果泛泛而言咧，我相信咧，我自己傾向如果我有病咧。我係都用傳統嘅西醫去醫治，我諗我都係。咁如果從另一個角度啊嚇，氣功治病啊，由心理學嚟講係有咩解釋咧，吳醫生？係啊，咁啊心理學咧，亦都可以解釋咧人咧嘅心理咧，其實係可以影響佢嘅病嘅感覺嘅。咁啊呢一樣嘢，我諗咧就喺醫學界咧就已經即係無可置疑㗎啦。因為好多醫生其實都知道，譬如一個人病得好緊要嘅時候咧。佢哋只要咧打煞有介事咁同佢打針鹽水咧，佢咧嗰個病嘅感覺咧，有一半嘅病人咧病嘅感覺咧會好咗好多嘅。咁啊，當然啦，呢個感覺係暫時性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佢個病嘅感覺好咗之後，會唔會連帶嗰個病真係好咧？咁照睇咧，心理上亦係有可能嘅，因為一個人如果佢個心情好咗，信心強咗，咁當然佢裏邊嘅生理啊嘅運作啊會平衡咗好多啊，咁啊分泌啊各樣啊會好咗，同埋接受治療嘅合作性啊等等都會好咗，咁所以咧係好可能咧會使到嗰個病本身又會再好啲嘅，咁但係會好到咩程度咧？即係嗰依一個心理嘅作用啊，可以強大到咩程度咧？咁會唔會好似有啲氣功師講所講咁犀利咧？咁呢一樣咧就未知之數啦。咁即係一個氣功師傅咧，好可能係一個好嘅心理學家，因為如果個病人係相信佢嘅話咧，個病已經係好咗一半啦，係嘛？咁今晚黑咧，我哋係著重咧講於關於呢個氣功方面嘅問題啊。下個禮拜咧，我哋會討論下關於呢個特異功能嗰方面嘅問題啊。咁今晚黑好多謝曹博士同埋吳醫生上嚟同我哋傾偈嘅。咁我想送你兩位出嚟先，好嘛？唔該曬，曹博士。唔該曬。
李道雄啊，嗱，趁阿 Robert 咧送兩位朋友出去嘅時候咧，我哋而家跟住落嚟講呢個話題啊，唔需要理會佢嘅。點解啊？因為跟住落嚟咧，我就講車啦。我哋兩個就係車主啊，佢又冇車啊，所以唔使理佢㗎。啱嘅。啊，據我所知，2088年度咧汽車失竊嘅案件非常之嚴重㗎，有成7200宗嘅噃。咁如果你咁講，即係平均每個月有成600宗，好犀利㗎。哦，你數口啊幾叻啊！不過我從來唔使擔心㗎。點解？因為我架前側啊嘛，都冇人喐我架車嘅。哦，你又唔同啦，你架車係貴啲啦。啊，咁啊比較要小心啲，唔使驚，因為先進嘅科技咧，連呢方面都已經照顧到嘅，知唔知啊？真係。係啊，嗱，我介紹睇睇啊。好啊，大家一齊睇睇。嗱，首先我介紹下鳳梨呢個先進嘅科技咧，就係一套防盜系統嚟嘅，好廣泛噶。首先打開個車門講先啦。嗱，你用車匙打開咗車門之後咧，佢有個警衛系統，你必須8秒鐘之內解除個密碼，咁先至可以去撻火噶。嗱，咁啊叫做正常啦嚇。咁萬一你個鎖匙俾人偷配咗嚇，你睇睇啦，個情形唔同咗噶啦噃。嗱，首先咧，雖然佢偷咗你架車係可以開門啦，但係咧佢冇法子8秒鐘之內解除個警報系統噶喎。於是架車咧跟住嗰啲警衛系統一響咧，就會啊嘈住咁啊，影響好多即係街坊啊或者警察會注意啦。咁呢套防盜系統如果俾人撞破機會好微好微，因為係11,800分之1嘅機會就係你一亂咁撳冇用噶。咁呢度防盜系統仲有一個功能，就係佢個前輪啊，就算係令到啊都冇用嘅。你即係冇法子解除密碼，你一令到個前輪，馬上咧架車又會響噶啦。咁就算啊，你將佢嗰個電源切斷啊，亦都唔怕噶，因為佢有一套隱藏式嘅後備電池嘅。呢套後備式嘅隱藏電池咧，係唔怕俾人切斷嘅，一樣可以觸發嗰個警報系統響噶。就算俾人哋撳一撳啊，咁啊，譬如你偷你車胎啦，咁佢又會響啦。咁啊，想敲你玻璃咧，佢又會響噶啦。啊，仲有一個功能喎，鳳，因為呢個就係萬一啦嚇。譬如個車主啊，俾匪徒如果係即係綁架或者挾住運咗入個後尾箱度咧，佢有個暗格嗰粒掣咧一撳，咁自己開翻個後尾箱出翻嚟嘅。咁就算你揾唔到啲後尾箱都唔使驚噶，因為你只喺個後尾箱係咁喐係咁喐咧，嘿，佢馬上8秒鐘啦又響。哦。嗱，呢一節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廣告翻嚟咧，繼續請嚟咧李居明居士咧講下蛇年嘅其他嘅轉運方法噶喎。上個禮拜我哋係請咗李居士咧，上嚟我哋講咗啦兩種轉運嘅方法啦。聽完之後咧，你有冇翻屋企試一試啊？梗係有試啦。咁李居明居士教咗我哋咁多好嘅方法改運喎。不過我覺得即係幾難講下，因為我同你兩個而家都似乎行緊運啦。係啊，行運一條龍啊！哇，咁你兩個好啦，行運咁樣。不過我而家就好心急啊，因為李居士咧佢話明今次咧再講埋其他咧點樣轉運嘅方法喎。不如我哋而家請佢上嚟啦，好嗎？好啊，係啊，請李居士。李居士，請坐。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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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係，又見面啦。係啦，李居士啊，我好想問下，其實咧，你知我個人啊，好中意扮靚噶嚇。咁其實一個人嘅衣著啊，或者衣著嘅顏色咧，會唔會影響佢個運程，或者係對佢嘅運程有幫助嘅咧嚇？除咗衣著之外咧，就呢個屋企嘅家居顏色都有好有影響啦。咁啊，今年己巳年咧，咁我提供咧就兩個好嘅顏色，兩個唔好嘅顏色俾大家咧係運用。咁啊，先講兩個唔好嘅先啦，好唔好啊？咁啊，兩個唔好顏色咧，一個咧就黑色，一個咧就係所謂深紅色，即係乳紅色啦。好似嗰啲所謂豬肝色，即係我哋食嗰啲所謂豬肝顏色。咁兩個好嘅顏色咧，就一個咧就係淺綠色，一個咧就係淺黃色嘅。咁仲有一個色咧，就年年都咁好嘅，就係白色。即係呢三個顏色咧，假如你多啲用嘅時候咧，你個人嘅運氣會好啲嘅。反過嚟講咧，假如嗰兩個唔好嘅顏色咧，你經常運用嘅時候咧，你嘅人咧個情緒啊，以至到你運氣都會咧係有不吉嘅影響嘅。但係咁樣喎，李居士嗱，好多時咧，大家人都知道啦，黑色咧就係 fashion 嘅 colour 嚟噶嘛，即係好多人都好中意著黑色噶。咁係唔係每一個生肖嘅人或者每一個人著黑色都係唔好嘅咧？今年嚟講，如果講顏色嘅運用咧，就其實就每個人都唔同。
但係整體嚟講咧，黑色咧點解會對一般人唔好呢？因為黑色咧係因為佢假如譬如你家居嚇、啊，你經常都由黑色嘅時候咧，咁你經常喺個黑色嘅環境裏邊生活嘅時候咧，你個人好容易咧係會對於光嘅適應能力係好弱嘅。咁變咗咧，你譬如去到一啲大嘅場面嘅時候咧，你會有一種感覺咧係好似好怕事啊，或者一種所謂好內向嘅感覺嘅。咁變咗咧，你經常適應一啲好黑色嘅色系嘅嘢咧，你個人好容易悲觀，好容易有自閉症，同埋好容易咧係好多所謂鬱結嘅。咁尤其是咧，假如咧你嘅心情唔好嘅時候咧，我諗個個都會嘅，好自然喺個衣櫃度攞啲衫出嚟咧，都會攞啲係偏向於黑色色系嘅衫。咁所以咧，你會發現咧，其實真正行運嘅人咧，係好少選擇一啲咧係好深嘅色系嘅衫嚟著嘅，多數都會揀啲淺色嘅色系。咁如果屋企嚟講咧，就千祈唔好咁多咧係黑色嘅牆壁啊，或者黑色嘅家私。咁如果你日常著一啲黑色嘅衫咧，所謂 fashion 啦，咁你盡可能咧就襯翻一啲係白色嘅衫啊，或者係一啲銀色嘅飾物咧，都會有啲幫助嘅。哦，咁樣嗱，你講開銀色嘅飾物啦，我又想問一下咁，好多女士們好中意佩戴飾物嘅。係。咁究竟嗰啲飾物啊，有啲係金嘅，有啲係銀嘅，或者甚至乎有啲係鑽石，有啲係瑪瑙咁，又有冇影響咧？對一個人。所謂飾物咧，就有所謂七寶。咁有七種寶貝係對於我哋日常嘅運程好好嘅，咁我順口噏幾個啦，譬如話金啊、銀啊、珍珠啊、瑪瑙啊，即係全部貴嘢啊、水晶啊咁。咁啊有一種叫車渠咁樣，咁啊幾種咧就尤其是有三種，我覺得咧好值得一般人所用嘅。嗱，第一種就玉器，嗱玉器咧其實咧我哋中國人好有智慧嘅。就認為玉器咧可以所謂辟邪啊，或者定經咧，咁事實真係嘅，因為玉器咧你一戴上喺手嘅時候咧，佢會有一陣霞彩會保護住你嘅，咁尤其是對於老人家嚟講咧，假如佢哋能夠佩戴一個玉嘅額咧，係會對佢哋健康好有幫助，呢個係事實嚟嘅。咁而另一方面咧，譬如話如果你能夠揾到一啲車渠啊，係一粒好似即係黃黃白白咁樣嘅，如果你用車渠咧係做一啲佛珠咧，係攬喺個手裏邊嘅時候咧，會對你個人嘅運氣有幫助。咁同樣咧，上個禮拜咧，我咪帶咗個水晶上嚟噶。咁假如咧，譬如話好多嘅觀眾咧，屋企係供奉神壇啦。咁如果你擺一個水晶球咧，好細個得噶，擺喺尤其是擺觀音嘅前邊啊，或者擺喺一般嘅神嘅面前咧，都會呢一個嘅神壇嘅正極嘅能力咧，係會比較強啲嘅。咁對於你所謂係行運啊、健康啊，都會有啲幫助啦。咁如果對於一個唔行，即係覺得運氣唔係幾好咁，咁佢有咩方法可以知道戴嗰種飾物係唔適合佢咧？會唔會戴啲金啊？會啲顏色會唔？係啊，嗱，譬如話你戴一啲金器或者銀器咧，你會發現咧唔靚嘅，唔光彩嘅，咁即係代表你唔可以適應嗰個飾物，咁變咗你就最好唔好戴啦。不過玉通常嚟講咧，就係、是、可以話個個都適合嘅，越戴越靚、啊，即係冇乜話邊個唔啱玉器，所以玉器係最流行，又係最普遍嘅一種助運嘅飾物嚟。玉器嘅形狀有冇分別嘅？玉器嘅形狀咧，其實就圓形係最好，所以玉額其實係最好。咁、如果你話我攬喺個呢度咁樣嚇，咁最好嘅位置咧就低少少，接近嗰個心臟咧就會比較更加能夠幫助你嘅身體嘅運行嘅。咁你嘅能量就更加能夠集中。哦，原來咁，咁好啦，講開啦，李居士，我想問一問啊，有好多人咧，即係久唔久咧，自己都會發覺噶啦，無端端咧就惹埋啲是是非非啊，俾人哋篤背脊啊，咁就自己知噶嘛，係咪先？聽到某某某某喺你隔離又講你是非啊，咁啊點樣辦咧？真係。咁啊，是非嘅嘢咧，其實就係人哋篤你背脊咧，其實人哋妒忌緊你嘅才華啫。咁、你其實自己咧應該多謝佢，即係多謝佢篤背脊，因為佢篤你背脊咧，佢就睇得起你嘅啫。咁呢個其實係心念之間嘅一念嘅轉移咧，你即刻咧會覺得係成件事咧有咗所謂智慧。咁啊，我上個禮拜咧係教過大家有個方法咧，係使到大家心平氣和啊，使到大家嘅能量能夠保持㗎啦。大家仲記得嗰個手印啊？記得。咁假如咧你係特別係招是非嘅，特別多人篤背。不妨你每晚臨瞓之前，你做呢一個嘅手印，咁同埋咧，你坐喺度嘅時候咧，就幻想咧，上個禮拜我戴上嚟嗰個水晶球啦，嚇眯埋眼，但係咧你咧就依然咧係感覺到咧係有一個水晶球嗰個咁嘅光環嘅嘢喺你呢一個嘅所謂第三眼呢個位置。咁但係假如你多是非嘅時候咧，你又要有啲所謂心法咯，就要點咧？你就要幻想咧呢個水晶球咧係會喐嘅。會喐嘅，咁由呢個地方咧一路走去你呢個喉嚨呢個位置，然後走落你心臟，然後左肩、右肩，再翻嚟喉嚨。咁你不斷觀賞咧呢一個嘅所謂水晶球咧喺你五個地方嗰度咧係轉動啊，每一個地方係喺呢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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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喺呢度。
好似印咗五個圓圈咁樣喺度，係五個圓一齊咁嚟發光。咁你每晚咧，當你眯埋眼喺度咧，係觀想做呢一個咁嘅過程嘅時候咧，你嘅人嘅是非會比較容易咧係少好多嘅。咁呢一個嘅方法咧，就係屬於一種叫做觀想法。有冇話限定做幾多次啊？定係點咧？最好咧能夠每晚臨瞓之前。是做大概五分鐘至十分鐘，然後咧就仲要有一個秘訣喎，周美鳳你要記住喎，就一定咧你臨瞓之前咧記住一定要燒住嚟瞓，燒住嚟瞓覺，我都未試過。係啊，因為原來咧係好多嘅科學家研究結果咧，原來人係好妙嘅。假如你燒住瞓覺嘅時候咧，你第二朝起身嘅時候你會笑住起身嘅。咁你諗下每一日朝頭早起身嘅時候，你係笑住起身嘅時候咧，你全日嘅精力啊、精神啊，你會覺得好暢快嘅。咁變咗你個人嘅運氣會唔會好咯？咁所以大家不妨今晚你試下喺臨瞓嘅時候咧，你記住笑住嚟瞓，你聽日起身嘅時候，你個情緒啊同埋運氣都會好好多嘅。加幾分肉緊笑多啲啊嘛，攞住笑。咁我想問啊，嗱，我諗住好多家庭觀眾都有咁嘅現象，或者想問你噶啦，我幫佢問啦。我覺得咧有陣時咧無端端即係點啊，喺屋企又好點都好啦，就好中意有拗叫噶，即係同男女朋友啊嚇，咁啊明明咧大家幾好嘅喎，但係去到某一個階段咧，某一個時間咧，零舍多拗叫噶，冇乜嘢嘅喎，大家拗啊，冇乜話協調定係點啊，咁應該點辦咧？有呢啲係就以我自己研究咁多年嚟講咧，就發現咗有三個現象。哦，呢三個現象咧都可以話係咧就係好準嘅。通常咧呢種情況咧走唔甩呢三種。係嗱，第一種咧就係咩咧？通常屋企嘅鏡越多咧。人的情緒是越容易波動，很簡單啫。譬如你成日望住塊鏡，你個人都疑神疑鬼嘅，望望自己嘅樣，你變咗第二個啦。咁所以咧，逢親一啲所謂情侶或者夫妻，你房裏邊擺咗一塊鏡，而嗰塊鏡當你瞓覺嘅時候一起身你望到嘅，或者咧你平時嘅時候經常都會有塊鏡喺你個床頭床尾度照耀嘅時候咧，好容易使到夫妻之間嘅情緒咧係經常有一種波動嘅情況出現，咁咪容易鬧交咯。嗱呢種所以咧喺房裏邊，假如你有鏡咧，你用兩個方法解決。一個方法你拉塊簾，要照嘅時候拉開，唔要嘅時候拉埋。咁另外一種方法咧就係喺個櫃嘅後邊啊。係整塊鏡，咁你要照嘅時候拉開個櫃門，你咪可以照到個鏡咯。就千祈咧係唔好將塊鏡咧照住個床腳尾嘅。咁呢樣嘢咧老人家已經講噶啦，但經過我自己咁多年嘅實驗咧，我都覺得係非常之準確，亦好有科學根據嘅。呢個係影響我哋嘅心理狀態。嗱，第二種咧就係咩咧？就係屋企假如尤其是你瞓嘅睡床附近多舊嘅電器，尤其是壞咗嘅電器咧，係更加容易影響個人嘅身體狀態同埋佢個人嘅情緒嘅。例如你買了個靚嘅電視機，但係唔好壞，即係唔係幾好啦，壞咗，咁你又唔捨得抌，尤其是老人家唔捨得抌，卒之咧就擺咗屋企嗰度。咁我諗啊，李生都知啦嚇，你嗰啲電器本身係裏邊好多嗰啲電子，係啦，咁你壞咗嘅時候咧，你會發射出嚟咧，會影響個人嘅身體，等於照日日好似照一啲不明來歷嘅 X 光，咁變咗對個身體有影響啦。嗱，第三種咧就係屋企假如係多黑色嘅嘢，好似頭先我所講啦，都會影響一個人嘅運氣同埋個情緒嘅。哦，原來係咁嘅，即係有啲鏡仔又好搬走啊，拎去第二間房都唔緊要。如果細嘅鏡咧就冇所謂啦，如果認真大嘅，例如梳妝台嘅鏡咧。我都係提議大家咧，盡量少用或者用得好啲咧，就會影響你嘅情緒會好啲。係啦，李居士有樣嘢我要請教啦。咁啊，好多人咧就話，即係我都身受其害嘅，又話嗰個樣啊，即係比較風流啊，睇起上嚟似 playboy 啊。咁其實我個人唔係㗎。咁啊，嗱好多朋友都有咁嘅感覺，就覺得佢話佢行緊桃花運啊，又碰到咩桃花劫咁。咁究竟應該點樣去避免呢啲咁嘢咧？一個人咧，譬如佢多桃花運又唔係唔好嘅，即係夫妻。如果係恩愛咧，都算係有桃花運。桃花運唔係一定唔好，桃花劫就差啦。咁桃花運同桃花劫有乜分別呢？桃花運咧個人個體光咧係偏向於咧好淺嘅紫色或者淺嘅紅色嘅。但如果桃花劫咧就會偏向於係所謂深紫色或者深紅色，咁就唔好啦。咁所以咧，譬如話阿李道雄咧，你屋企你又留意一下一樣嘢，就係你屋企瞓嗰張牀。如果你嗰張牀嘅床單同埋你嘅枕頭袋。哇，係粉紅色啊，紫色好 romantic 咁咧，咁你就會即係因為你長期瞓喺度嘅時候咧，你個人個體光會受到呢啲所謂折射嘅影響，會影響你嘅體光會偏向於係紫紅色嘅。咁如果你係越偏向於係淺嘅咧，就冇事喎；如果偏向於深嘅咧，就會有桃花劫。
哦，咁即係將啲色水改曬佢，咁就係啦。咁如果你話通常一般人咧，所謂行運咧，仲可能用多啲係淺黃色啊，或者係水色，即係淺綠色嘅色系咧，或者甚至白色咧，都係會運氣好啲嘅。哦，好多謝曬，多謝曬李居士。嗯，今日真係多謝曬李居士咧，同我哋講咗咧咁多關於轉運嘅方法，話要好好把握啊嚇！多謝曬你，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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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李道雄啊，系你觉唔觉得我是一个很好学的人啊？未逢同僚何出此言啊？因为咧，我有问题想问下你啦、哦。我成日都想考人嘅、哦，就系你知唔知道喺旧年啊，1988年度咧，有几多对新人去注册结婚呢？哦，咁啊，你谂下，旧年系龙年啊嘛，咁啊，通常中国人啊叫做龙的传人吓，咁、啊、香港人亦不例外啦。咁所以旧年嘅结婚率咧系相当之高。嗯，我手頭上有一個資料，根據去年即係香港婚姻註冊處嘅統計咧，總共有45,238對嘅新人結婚。哇，資料果然詳盡噃嚇，咁等我計計先用腦啊！哇，大概成90,000+嘅噃，你都好蠢喎，誠意咪係咯。你又唔好開心住，咁我講件事俾你聽嚇，即係舊年嘅離婚率啦，原來都達到5,098對夫婦咧係。分飛燕、哦、其實不止咁簡單啊！離婚之後咧，仲有好多問題嘅，例如赡养費在法律上咧就係構成一個問題嘅啦。啊，講得好啦，講到赡养費咧呢樣嘢，我諗好多人都好關注。尤其是你咧，未結婚就想問定啲先啦。啱㗎，呢啲係知識嚟㗎嘛。咁咧，所以今日咧請嚟咧香港律師會嘅代表陳律師同我哋講下咧赡养費嘅問題噃。有請陳律師。係，歡迎你，陳律師。歡迎。請坐。請坐。好啦，陳律師，我代表好多女性嘅家庭觀眾問你呢個問題。男女一齊啊，男女都好啦。咁啊，其實咧赡养費呢一樣嘢咧，係唔係一定由男方支付俾女方嘅咧？呢、這個唔係一定係由男方支付俾女方嘅。嗯。就喺離婚啊，或者係分居嘅情形之下咧、嗯，男方同女方需唔需要支付赡养費咧，係平等嘅。哦，咁。平等的意思即是話男方都可以同女方攞翻赡养費嘅噃，咁係視乎咩準則咧？係咪因為經濟問題嚟講咧？冇錯啦，就喺呢個法庭喺判男方或者女方俾赡养費嗰時咧、嗯，法庭係要顧慮到男女雙方嗰、那個大家雙方嘅經濟情形狀況而定嘅。哦，咁講得好好。咁如果咁講，即係話男方。好可能可以同女方攞赡养费噶啦，系咪先？咁如果讲到话攞赡养费问题啦，咁我想问一问啊，攞赡养费系咪一定要离咗婚或者分居咗先可以攞嘅咧？呢、這个唔系一定嘅，有一啲情形之下，如果系男方同女方仍然一齐生活嘅话咧，佢哋亦可以向对方攞呢个赡养费嘅。哦，即系换言之，唔使分居，亦都唔使离婚，都可以申请攞赡养费嘅。咁系用咩理由嚟到申请咧？如果系咁，如果系女方要求男方攞赡养费嘅话咧，佢、嗯、个理由咧就只需要证明到男方系蓄意唔俾家用佢，佢就可以申请噶啦。哦，蓄意唔俾家用佢，无论佢有冇嘢做都唔紧要嘅。总言之，佢认为个男方冇俾家用佢，佢就可以申请嘅。咁呢个就唔系一定系咁嘅。嗯呢、這個就係要視乎咧女方同男方個經濟而定嘅。嗯嗯，咁如果講到話男方同女方攞咧，又點咧？如果男方同女方攞咧，係比較困難少少、嗯。男方咧，首先咧就要證明咧女方有呢個謀生能力啦，係、嗯、可以出去做嘢噶。咁、嗯、而男方自己本身咧係一係年老啦、有病啦，或者身體唔健全而影響到佢個謀生能力。咁變咗就要個女方去養翻佢轉頭啦。冇錯啦，冇錯。咁啊，講到話攞赡养費啦，咁啊，其實咧我就唔係好清楚啊。如果當個法庭判咗攞赡养費嘅時候咧，應該個支付方法係點嘅咧？會唔會話分期啊，定係自動轉帳，或者係一筆過攞咧？至於赡养費嘅支付方法咧，咁法庭喺判赡养費嗰時，如果冇講明係點樣支付法嘅咧，佢個方法咧係隨便嘅。
隨得佢嘅，即係隨個俾即係俾錢嗰方面去決定嘅啫。係啦，但係一定要俾㗎啦，係咪？係啊係啊，咁好清楚。係啦，陳律師，我係想問一下，其實贍養費嘅數額有冇規定嘅咧？法律上？贍養費個數額咧，喺法律上係完全冇規定嘅，由一蚊至無限錢都可以嘅。哦，咁樣嗱，咁例如有一方嚇，即係配偶有一方，佢想話叫對方支付佢嘅贍養費，但係呢一方面咧係冇能力支付呢個贍養費喎，咁點樣辦法咧？如果喺咁嘅情形之下咧，就某一方面，如果佢想攞贍養費嘅話咧，係佢會要求攞呢個象徵式一蚊一年嘅贍養費嘅。象徵式啊，咁一蚊嚟講唔係好多嘅啫喎，咁攞同唔攞有咩分別咧？其實呢個象徵式嘅贍養費咧係唔需要俾嘅。嗯。佢攞嘅意思咧，只不過係想保留一個權利。嗯。咁如果係將來佢對方係嗰個經濟有改善嘅咧，佢可以隨時向法庭申請更改，就增加呢個贍養費。哦，咁樣即係意思即係話咧，目前呢個配偶可能係冇辦法支付佢呢個贍養費，等佢日後可能呢個男方或者女方咧，佢有咗工作能力，佢或者佢突然間發咗達啊，咁各樣嘅嘢或者係事業好好咧，佢就有權追翻呢個贍養費啦。如果佢連一蚊都唔攞嘅話咧，就冇咗呢個權利，係咪咁嘅意思？冇錯啦。嚇，咁係啦，我又想問一下，咁如果一對配偶係離咗婚嗰陣時嚇，當時佢哋係冇申請到呢個贍養費嘅，咁事後可唔可以再申請翻，再攞呢個贍養費咧？如果是這樣的情形，即是連這個象徵式贍養費都不拿的話呢，在法律上來說呢，法律就沒有說明不可以的。只不過呢，他如果是想再向他配偶拿贍養費的話呢，他那個理由首先要很充足，他一定要能夠解釋到他為什麼當時不拿，還有呢，他要首先上法庭呢，就要個法庭批准佢可以再向佢嘅丈夫申請攞贍養費。哦，咁樣嗱，例如一對配偶結即係離咗婚啦嚇，咁啊男方咧就另外結咗婚，咁但係佢咧仲係繼續咧係支付呢個贍養費咧係俾佢以前嘅配偶嘅，但係因為咧佢而家新結咗婚咧嗰陣時，佢又有翻新嘅配偶啦，又有仔女啦嚇，佢可唔可以同法庭申請係停止支付咧即係以前個配偶嘅贍養費咧？如果喺咁嘅情形之下咧，佢再結婚咧，本身就唔係一個理由去申請停止支付呢個贍養費。咁但係由於佢再結婚嘅話咧，佢令到佢嗰個新家庭個經濟負擔大咗啦。咁佢唔能夠再俾到呢個贍養費咧，佢就係可以憑呢個理由向法庭申請停止支付或者係減少支付呢個贍養費。哦，咁真係好清楚啦。啊，陳律師啊，譬如話係一對配偶佢哋離咗婚啦。譬如我咁講啦，就講男方女方咁講啦。咁嗰個男方要俾贍養費，個女方一直攞噶。咁直到嗰個女方啊又結咗婚啦，咁仲可唔可以佢繼續去領嗰個贍養費咧？如果嗰個女方係再結婚嘅話咧，佢攞呢個贍養費嘅權利會終止咗噶啦。啊，自動終止嘅。係啦。咁但係如果嗰個女方係再結婚，而男方係唔知道嘅，咁就一路俾咁。最後佢再發覺，原來個女方已經喺幾年前結咗婚啦，再婚啦。咁佢可以向法庭咧申請攞翻嗰啲錢嘅，可以 claim 翻嗰啲錢翻嚟。冇錯啦。咁又譬如話嚇，我哋而家就講直接啲，就係男女離咗婚，個男方支付贍養費俾個女方嘅。咁個女方咧一直咧都係唔再結婚啦，但係咧佢有個同居嘅男友喎。咁係唔係喺呢個情形之下，個男方仍然要支付贍養費俾佢咧？如果個男方係能夠證明到佢個女方嗰個新嘅男朋友係有養到佢個養到女方嘅話咧，個男方可以憑呢個理由咧向法庭申請係減少或者係停止支付呢個贍養費。你所講嘅就係嗰個女方嘅男友係有去俾到錢去撫養佢啊？咁係你講嘅能力還是係實際行動俾錢嘅？係要實際行動俾錢嘅。咦，咁如果嗰個女方嚇揾咗個億萬富翁都好啊，但係億萬富翁一直冇俾錢佢嘅，淨係買下手袋、買下衫嘅啫，硬係冇現金俾佢嘅咧，佢都有權繼續攞贍養費落去嘅咯喎。咁呢個就要視乎呢個情形啦。咁可能嗰個億萬富翁係俾啲金卡佢可以出去任佢碌咧。哦，咁又唔同情形啦，就完全視乎當時狀況。好啦，咁講翻即係我都仲直接啲啦，男人係蝕底嘅啦，當係男人俾贍養費俾個女方啦。咁但係個男方咧就唔俾咯喎，咁啊即係停止咗好多，譬如佢哋講咗要俾一筆錢咧，佢好耐都唔俾嗰啲錢啦。咁女方採取行動啦，咁個男方會有咩法律後果咧？如果女方採取行動咧，
就入禀呢個法庭咧，就會傳召呢個男方上法庭，就向呢個法庭解釋佢點解唔俾呢啲贍養費。如果佢個解釋咧，就令到法庭係唔滿意嘅咧，法庭咧可以判佢去坐監嘅。喂，可以判坐監添㗎？係啦。咁但係判坐監之餘咧，個法庭亦有權咧就俾一個緩刑佢。哦，俾個緩刑佢。啊，但係緩刑咧就一定要有有呢個條件嘅，就要佢將拖欠嘅贍養費咧，一係就指定日期之前全部交還，或者係俾個機會佢分期交還。哦，咁如果滿意嘅，當然可以唔需要再支付，或者係減少支付啦嚇。係啦，係好多謝陳律師。咁啊，今日真係好多謝曬陳律師同我哋講咗咁多關於呢一個嘅贍養費嘅問題啦。據我所知咧，時間差唔多啦喎，不如咁啊，幫我介紹下下個禮拜嘅節目啊。好啊，嗱，下個禮拜咧，我哋係會深入去探討呢個特異功能嘅問題嘅喎，千祈唔好錯過喎嚇。咁另外咧，我哋有好多個星期冇提到一件事，就係風月啦嚇。咁啊，所以咧，下個禮拜我哋會直擊。去親自就係去訪問咗一位係屬於公關小姐嚟嘅嘛，咁佢有好多秘密要講俾大家聽喎。好啊，千祈唔好錯過，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